虫 Duran 是时候去无存经了。现在理事会在这个星球的电力基地已经被摧毁，只有他们在查尔上的部队能对我造成显著威胁，是时候进入计划的第二阶段了。那你在可哈星球上的盟友怎么办，女王大人？你准备拿他们怎么办啊？他们已经对我毫无利用价值了，虽然他们确实有点用，但让他们活着可能对我更有威胁。没有了 Duke 将军的帮助， Minsk 完全不是我的对手，但是 Reyna 和 Phoenix 都太聪明了，必须将他们斩草除根。脑虫，去摧毁 Duke 将军还有 Phoenix 的基地，别留一个活口。女王大人，我能提一个战略建议吗？在经历了刚刚的胜利之后，星灵和人类部队都还在休息，如果我们马上进攻，趁他们都在睡觉无人察觉，我们可以相对轻松地撕裂他们的防线。真聪明。在我们发动攻击之后多久他们能开始重整部队和发动反击？我猜大约6分钟。这点时间只够对一处基地发动突袭，不过这个计划应该可行。脑虫，你可以随时对其中一个基地发动攻击，这一次绝不允许失败，以我的名义杀光他们。什么事啊？你们怎么样？
击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，措手不及，现在是时候给他点颜色瞧瞧了。继续攻击闹虫，他们的防御应该抵挡不了多久的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需要孵化更多的王虫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
进化完成。糟糕，攻击！
确定。
也想对他遭到攻击。将军，你知道我一直想杀了你，我其实还挺兴奋的。那就动手吧，小姑娘，没两把刷子是杀不了我的。我们有协议的。哦，拜托 Arcturus， 你真的觉得我会让你重新掌权吗？你可是把我实实在在的送到了塔桑尼斯的异虫嘴里呢。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，你真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但你不是说击败理事会比复仇更重要吗？我骗了你们，我解放这个星球是因为这里是理事会的主要战略据点，而不是因为我对你们的什么承诺。我利用你们摧毁了灵能干扰器，现在我把虫群夺回来了，你们已经对我的计划毫无价值。我决定还是把你留在这里吧 ，Arcturus， 就让你守着一堆你那宝贵帝国的残垣断瓦。我要让你活着亲眼见证我的崛起，我要让你永远忘不掉当初背叛了我的人是你。
没遭到攻击。我仿佛被遭到攻击。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听话，你们心灵实在是头脑简单，也太好猜了。你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真是讽刺，我还记得塔萨达尔在查尔给你上过极其相似的一课。我可是一直把那堂课记在心里，执政官。现在你准备好再死一次了吗？卡拉在等着我，凯瑞根。虽然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但我也不是你眼中束手就擒的猎物。这句话就作为你的墓志铭吧。Yeah.
法不被遭到攻击。我方不被遭到攻击。
虫，他们都被消灭了。我们返回塔桑尼斯进行休整吧。自从我转化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因为屠杀而感到疲惫。